Tea. Let's just do some Chinese. 我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，我是最小的。我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，我是最小的。我明天想去你家，可以吗？ 我们上班的时候可以听音乐。我下班才可以回家。 这个他们不可以知道好吗？ 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些汉语？ 那个我明天才可以给你。可以。可不可以给我你姐姐的杯子？可以。Wow, that's tough. 可不可以给我你姐姐的杯子？可以。可不可以给我你姐姐的杯子？可以。给我。我们回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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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So easy all of a sudden. 我们去看电影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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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开车去吧，我不想走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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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开车去吧，我不想走路。这是你的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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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知道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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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吧。 给我吧。
给我吧。给我吧。不要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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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这是你的朋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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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不能去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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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明天要看的电影你没看过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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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明天一起吃饭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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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明天可以一起上课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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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和我哥哥一起看电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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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最好一起做饭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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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我们不能一起吃饭，因为我要工作到十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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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